介绍一下我们最近做的 Shuffle Joy 的优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易贝的软件工程师，主要是负责 Spark Circle 的优化，也是 Apache Spark 的 Committer 和 PMC。在这里简单介绍一下我 Spark 的经历啊，我是从2015年开始参与 Spark 的开发，到了2019年开始拿到了 Spark 的 Committer， 今年拿到了 PMC。在这里呢，也是希望大家多多参与 Spark 的开发，参与 Spark 社区的开发。Spark 社区可能是目前 Apache 开源社区里面 contributor 最多的社区之一吧，已经接近2000人。这里面就有我至少看到一位。好，先简单的今天介绍四个方面，先简单的过一下 Spark Circle。然后后面是三个优化，前面两个是介绍 Shuffle 的，后面一个是介绍Shuffle 行数和 Joy 行数的。这是我收集集群上一段时间内query 的分布情况，其中有36%是带 Joy 的，这里面大头是 Broadcast Hash Joy，剩余的是 Sort Merge Joy， 接下来是 Broadcast Nest Loop Joy 和 Broadcast Range Joy， 下面的 Broadcast Range Joy 和 Broadcast Contain Joy 是我们针对 Broadcast Nest Loop Joy 的在特定场景下的一些优化，就减少计算复杂度的一些优化。接下来主要看两个 Shuffle Joy， 第一个是Sort Merge Joy。 Sort Merge Joy 的流程是左右两边分别按照相同的 Partition Number 按照各自的 Joy Key 做 Shuffle， Shuffle 完了以后做 Sort， 在 Partition 内部做 Sort， Sort 完了以后做Joy。 它的好处是可以处理非常大的数据集，而且内存相对来说友好一点。它的缺点很明显，就是两边需要 shuffle， 需要 sort， 只支持等值 joy， 有可能有 school 就是同样一个 key， 可能在某一个 partition 里面出现很多次，比方说等于负的999，可能有一亿多次出现在同一个 partition 里的话，这个 partition 会非常慢。下面一个是 hash joy，hash joy 和前面的 joy 类似，只是它没有 sort 这个环节。它是需要建一个 hash relation， 它的建完 hash relation 以后和另外一边 sort， 它的缺点，最明显的一个缺点是可能会导致 XOM， 它的优势也很明显，就是特别适合处理一边很大一边不太大。比方说我们经常见的 case 是增量数据和全量数据做 merge。后面的优化主要是针对前面这个流程里面或者是减少 shuffle 的个数或者是减少 joy 的行数。第一个是减少shuffle 个数的，先简单介绍一下 bucket 是减少shuffle 的一个优化。它的思想是前面提到两边都需要 shuffle， 我们可不可以在写入数据的时候，在数据落地的时候就 shuffle 好了以后，后面再需要 joy 的时候，这两步 shuffle 就省掉。 bucket 主要是做这个的。比方说我们一个例子，随便写入的数据可能是这样的， shuffle 好了以后数据是有点规律的， shuffle 好了以后就不需要做 shuffle exchange。比方说这样的 case， 两个表 joy， 两个表都按照 joy key 做了 shuffle， 做了 bucket 以后，在这个 joy plan 里面就是没有 shuffle exchange 存在的。这样的话，读出来做 sort， 然后直接 joy。bucket 的另外一个点是可以做 bucket pruning。比方说，对于这样的一个 case，item sk 等于2。然后我根据2可以算出来具体在哪一个 bucket 里面，这样的话我可以直接定位到那个 bucket， 这样的话只需要读 n 分之一个
bucket， 然后在 bucket 内部把这个我们这一行数据读出来就好了。这个 case 在我们线上其实用的很多的，就是有一些对那个时效性很敏感的用户，他需要做点查，比方说 user ID 等于某一个用户，然后时间范围是什么时间范围，我们给他建设 bucket 表， bucket ID 是 user ID， 然后按照时间范围做 sort， 这样的话首先定位到 n 分之一个 bucket， 定位到这个 bucket， 然后再按照那个 parquet 的 filter push down， 然后 push down 能取到对应的 row group， 这样的话就非常高效。但是 bucket 不是在所有的场景下都会生效的，比方说这样的 case 有两个表，一个表的类型是 begint， 另外一个表的类型是 decimal 180，都建了 bucket 以后，在后面 join 的时候，它其实还是走了 suffer， 因为 begint 和 decimal 180，它会最后执行的时候会转成 decimal 20去做 join， 两边都有了 suffer， 所以我们希望至少有一边不需要 suffer， 或者转换成 decimal 180，或者转换成 begint。这样的话有一边可以不用 shuffle， 比方说这样的一个 case， 就是前面的那个 case， 转换成把上面这个转换成 decimal 180， 下面这个保持不变，所以下面这个就没有了 shuffle， 这样的话整个 query 只包含了一个 shuffle。 如果一个 query 里面上下两边都就是去掉了 cast 以后，都会用到 bucket read， 就是都会不用 exchange 的话，我们是取 bucket number 数量大的那一边，转换成那一边的类型，然后这样的话，shuffle 小的那一边，大的那一边不 shuffle。后面一个也是减少 shuffle 数据量的。线上看到这样的 case， 有同一个表，然后按照相同的字段去做 shuffle， 但是它的 filter 条件可能不一样，它的查的字段可能也不一样，比如说这边有五个字段，另外一边有四个字段，现在是没办法 shuffle exchange reuse 的。我们希望的是读同一个表，然后后面这个 shuffle 读前面出来 shuffle 出来的这个数据，然后再做 filter， 然后再做后面的计算，这样的话这个表只需要读一次。这个线上的 case 是有的用户是针对全量数据和增量数据做 merge， 它有的用户是写法是 for outer join， 有的用户写法是 a left join b union b left join a， 它可能为了好理解，用户是这样写的，这种专门处理这种 case 的在 TPCDS 里面只有 Q24B 会有这种 case。下面一个是减少行数的，比方说这样一个例子，先 join 然后再做聚合，聚合完了算 sum， 这边这个 join 会膨胀很多倍，膨胀完了以后再做聚合，聚合又会减少很多，所以我们希望的是把下面的聚合推到 shuffle 前面去执行，这样的话不仅能减少 shuffle 的数据 sort 的数据，还可以减少 join 的数据，减少了 shuffle 的数据有可能会把本来是 shuffle join 的 sort merge join 转成 broadcast hash join， 这样的话就提升更明显。第一种方式是把 sum push到 join 的shuffle 的前面，比方说这样的 case 两边分别 join， 就是前面的 case 两边分别 join， 然后做聚合 push 下去以后 sum 保持不变，而后面的原始的 sum 变成 sum 出来的这个 sum， 另外一边保持不变，这样的话如果这边能减少数据，左边这边能减少数据，
就是这个 shuffle 也可以介绍数据 ，joy 也有可能会介绍数据。另外一边是 push 到右边，右边的话 ，push 到右边的是按照 joy 的 key 加上本来原始的 group by 的 key， 然后做 push 下做 group by， 然后算 count。这样的话，原始的 sum 会变成 sum 乘以另外一边的 count。这是往右边 push， 还有一边是两边都 push， 左边是 sum， 右边是 count， 然后结束的原始的 query 变成 sum 乘以 count。在我们线上是这三种方式都支持，但是针对这种场景，不是所有的 joy 类型都支持，只有 inner joy 支持这种。下面是支持的算子。First, Last, Min, Max 这几个是最好支持的，只需要取原先每个算好的 Min, Max 再继续算 Min, Max 就好了。 Count 是 Count 乘以Sum 是 Sum 乘以另外一边的 Count， Count 是 Sum 乘以左边的 Count 乘以右边的 Count， 然后 Average 是 Sum 除以 Count， 然后 Sum 可以用上面的那种实现， Count 按照上面的那种实现，然后这样的话，这几个常用的聚合都支持。然后 joy 的类型是，inner joy、left joy、outer joy 和 right outer joy 支持。inner joy 是两边都支持，或者一边支持，左右两边都行。left outer joy 是只支持 push down 到左边 ，right outer joy 是只支持 push down 到右边。因为这种场景比较多啊，所以我做了一个 benchmark。可以看到 TPCDSQ24 两个提升特别明显，这两个就是先 joy 完了然后聚合，但是 joy 会膨胀，有了这个 feature 以后它会把减少膨胀，所以提升特别明显。好的，好，那我看时间现在还可以，就是大家也可以去向王一鸣老师进行一下提问，是对于哪些问题？哎，老师你好，就刚才最后那一部分，我好像有一个没有太理解，就是那个 partial aggregation push down 的那块儿。有一个 count， 我看它的公式好像是说 sum left count 和 right count。 对，在这种情况下是怎么样做到往下推的，我好像没太明白，能不能再详细讲一下？退不回去是吧？对，可以啊，比方说这个 case 是算 sum 的，然后如果把这个 sum 换成 count， 比如说 count 星，然后它 push 下去的效果是左右两边 push 下去的是这边是 count， 然后另外一边也是 count， 然后会变成 sum 乘以这边的 count 乘以另外一边的 count， sum 这边的 count 乘以另外一边的 count。 这个可以对，sum count 是这样实现的。